今年快快今年快快快快乐快乐啊 ！OK， 加油！今年快乐。哦，万万好，百万收的。今年把路圆的地来为地地。啊啊！我这万事如意，哎，今年的万事如意，万事如意啊 ！OK， 那高林，今年快乐。新年快快快快快快乐快乐啊 ！OK， 加油！新年快乐快快快乐乐，新年快乐，哈哈哈哈哈！我接住，现在快乐啊！好，现在欢声雷，嗯，对，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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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快乐 ，OK， 恭喜，快乐 ，Yeah。祝大家恭喜发财，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龙腾虎跃，龙马精神，身体健康，阖家安康，心想事成，步步高升。Malaysia Madani Selamat Tahun Baru China Hengga Honga Wana 百万收在你要把路圆的地来为地地我们多让来一些啊，慢慢做，小林说，明白？啊，万事，你这万事如意，哎，这今年快乐，今年万事如意，万事如意，啊 ，OK， 万事如意，新年快乐，快点快点，啊，高林，新年快乐，新年快快快快快快乐快乐，啊。OK， 加油！新年快乐，快乐不快乐不？快快快乐乐，新年快乐，快乐！我接住，现在快快快，新年快乐啊！好，现在前面那是如万事如意，嗯，对，如意，什么万事如意？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快乐，快乐，不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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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Yeah， 大家到安顺一号码头走走了吗？过去杂乱不堪的百年一号码头，如今在安顺火箭的多年不懈努力下，摇身一变成了安顺最重要的旅游景点。前天晚上，安顺国会议员尼可敏和巴硕博达马州议员吴家良带着大队一起到红通通，布满璀璨星光的一号码头沾沾新年喜气，也和友族同胞分享节庆的快乐。吴家良相信，只要用心、细心、专心地做好一件事，一定能带来改变。一号码头的华丽转身便是最好的证明。他表示，旅游业是许多安顺人赖以生存的方式，所以无论火箭在朝在野，都不曾放弃为安顺打造更多吸引人的旅游景点，在硬体设施上努力，也在软实力上下手，让安顺除了有宜人舒适的环境，也有扎实的文化底蕴。新的一年里，吴家良强调，安顺火箭会继续关注一号码头的情况，也会定期对这里进行维修和保养，确保所有的努力不会前功尽弃，因为这是安顺火箭的工作文化。龙年就快到了，吴家良祝大家新年快乐，一帆风顺，并呼吁大家一起携手努力，造福安顺，改变霹雳。